秦帝国，黑色裂变第十章，蒹葭苍苍。梅姑将守在门外的荆南叫了进来，打开木箱，快捷利落的布置起来。虽然也是年轻姑娘，梅姑却是从小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女管家之才，又在安逸白氏府中操持过许多大场面，对这种临时应急的喜庆，自然极有章法。 他指点着京南，不消半个时辰，景间庭院变了一个模样，张灯结彩，洞房花烛，洋溢出一片浓浓的喜庆气氛。然后又将一个大箱抬到厨下，一个人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。月上中天，未央在正厅廊下高声宣道：“子时开园，婚典伊始。” 梅姑操琴，荆南吹起一支桃埙，舒缓祥和的雅乐弥漫在红灯高照的庭院。一身雪白长裙的白雪搀扶着一身大红吉服的新娘，从廊下缓步而来。头戴玉冠、斜披大红喜带的颈肩，在正厅门口拱手相迎，拉起新娘的手，走向院中设置好牺牲的香案前。 大拜上天，明月证婚。一对相濡以沫十几年的义父孤女深深叩头，祷告上苍赋予他们新的生命。小灵狐一叩之下伏地大哭。白雪看着这对从礼仪羁绊中挣脱的情人，两行泪水不禁盈眶涌出。 拜完天地，景监与灵狐兼职省去了洞房之力，小灵狐抹着笑意盈盈的泪水，脱去长裙，利落地与梅姑一起摆置小宴，要大家一起痛饮。白雪也破例的大嚼饮酒。天亮时分，四个人都醉了。梅姑看着白雪脸上两行细细的泪痕，不禁抱住了醉昏过去的白雪。 未央醒来时，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。府中吏员难得见未央大睡一次，奔走相告，没有一个人来打扰。景监午后来过一次，吩咐所有的公务都推到明日，让左庶长歇个透。吏员们第一次没有了夜间公务，高兴的早早回了家。左庶长府难得的清静起来，一觉醒来。 未央浑身充满了轻松后的疲倦。月亮爬上城头时，他喝了一顶浓浓的胡杨羹，便在幽静的庭院中漫步。看着熟悉的院落，他悠然想起这座院子还是招贤馆时的破旧和热闹，想起初入秦国时的种种风波。光阴荏苒，世事难料，自己。 就要离开这主宰了几年的左庶长府了，一丝轻松，一丝惆怅。既然已经决定和心爱的人一起隐居，却为何心中如此的烦乱？这已经是几个月来的深思熟虑了。难道你未央也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？连在秦国唯一的一个朋友的情谊债都还了，还有何事？ 迷茫惆怅,怅，未央嘲笑着自己，顿时清醒起来。几日之内还有许多事要对各方交代，如何有如此悠哉悠哉的时光？你未央以后有的是闲暇岁月，这几天还是先忙也。大步走向书房，却听见一声轻轻的叹息。白雪。 未央轻步走近，果然是白雪熟悉的背影。她还是昨夜那身雪白的长裙，长长的黑发用白丝带在脑后随意的竖起，显得淡素高雅。他跪坐案前，抚摸着书案上规制整齐的、象征权力的铜锈斑驳的镇琴剑，晶莹圆润的白玉圭，铜匣所就的左庶长大印。 折叠整齐的绣金斗篷，最后，他的手停留在一卷已经封好的辞官书上。未央看见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。你想好了？白雪没有回头。师爷，想好了。 未央平静的回答：“为何不与我事先商议？当为则为，莫非你不赞同吗？”未央努力轻松的笑着：“央，我是来向你道别的。我不赞同你这样做。”白雪异乎寻常的平静。 不赞同，我为何？未央感到意外的惊讶。杨，你太轻率，没有权衡，缺乏深思，岂有此理！未央骤然发作，维护至真的情爱也需要权衡，例行心中的誓言也需要深思。 相爱十年，积累一朝，也算轻率。小梅，情爱不是商事，不需要斤斤计较、精打细算，它需要激情，需要忠诚，需要敢于抛开一切身外之物的勇气。十年前守灵时，我第一次看见你显出女儿本色，就知道我生命中不能没有你。如今。 我已经在秦国展示了我的为政信念，完成了我的治国志向，变法已经走上了正轨。我还有什么不能舍弃？我还需要权衡何来，深思何来？三个月前，我的心意就已经决然，我就开始为告退做谋划了。难道徘徊延误，直至陷入尴尬才叫深思熟虑吗？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那是关心则乱。 准备吧，我们将再也不会分开了。未央慷慨激昂、语气凌厉、掷地有声的宣言中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火气。白雪静静的听着，始终看着火气十足的未央，明亮的眼睛中溢满爱意与宽容，仿佛一个母亲看着暴躁的发泄委屈的儿子。 他从案前站起，轻轻地将未央扶着坐到长案前，又给他斟了一盏浓艳的苦茶，跪坐在未央对面。央，我们的至真情爱，我从来没有丝毫动摇过。然则，我们面临的不是会不会失去爱，而是该当有一个何等样的归宿。 我们面临的是婚嫁的挑战，而不是情爱的危机。情爱需要激情与勇气，婚姻则需要权衡与深思。婚嫁是情爱的归宿，只有大婚，情爱才是完满的。样，婚嫁是情爱的归宿，然却不是唯一的归宿。当情爱不能与婚嫁并立之时， 情爱反而会更加纯真美艳，惊世骇俗。未央又一次深深的惊讶，你，你想将情爱与婚嫁分开，匪夷所思。白雪嫣然一笑，央，你不是寻常世子。 你所遇到的婚嫁也不是一场寻常的婚嫁，而你却选择了寻常世子处理寻常婚嫁的路径，这就是没有权衡，没有深思。小美，只要走得通，简单寻常有何不好？不，你是在逃避自己，最终毁灭自己。 未央哈哈大笑：“小妹呀、啊，你这是何苦来哉？危言耸听了，央，不要逃避灵魂的本色。假若我们真的退隐山林，我就会失去你的灵魂，而只拥有你的生命和肉体。那样的事，白雪可不想做。” 一丝不苟的话语中，没有一点笑意。痴人说梦。未央揶揄的冷冷一笑。突然，白雪也对着未央轻轻一笑，低头默默不语。过得片刻，白雪抬起头来，平静的看着未央，莫要躁气。 你我之间无需辩白，也无需回避。你一定要耐一下性子，听听我的心里话，可好？未央点点头。央，我比你更懂你的心。我用生命与灵魂在抚摸它，用我的痴爱之心在感知它。 熟悉他的一沟一壑，一平一洼。呀、yeah,，你是天生的铁腕执政家，你的意志、你的灵魂、你的秉性、你的智慧，都是为政为治而生的。你的血液中奔流着有为权臣的无尽激情，你的内心深处涌动着强烈的权力欲望。 你可以为了自己的治国信念去做牺牲而无怨无悔。你的超人品性，注定了你更适合于创造猎猎伟业，而不是隐居田园，去谱写生生死死、如歌如泣的情爱奇迹。你不是陶朱公范蠡，你缺乏散淡超脱，你规整、严厉。 追求生命的每一刻都有实际价值，所有这些，都是无杂散漫的田园情爱所无法给予你的。没有了权利，没有了运用权利创造国家秩序的机会，你的生命价值就会失去最灿烂的光彩，你的灵魂就会不由自主的沉沦。当我们隐居田园，泛舟湖海，开始了那平淡漫长的二人之旅时， 你会慢慢的感到空虚、无聊、寂寞难耐，并非你不爱我了，而是你最坚实的生命根基已经化成了流沙。你可能变成一个狂夫，变成一个放荡任性的游侠，去寻找新的生命刺激；你也可能变成一个酒徒，变成一个行吟诗人。 将自己献给朝阳、落日、山海、林涛，一个生机勃勃的政坛巨星，必然要在平凡琐细的消磨中陨落。那时候，你只有一具或狂放或堕落的生命之躯，你的灵魂将无可挽回的漂泊失落，而我，也只有更加痛苦。 我所深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复存在，我寄托在他身上的人生情怀，也永远的化成了泡影。那时候，我们的田园生活，我们的诗情画意，还会有吗？未央陷入了深深的沉默。白雪的深澈。 又一次击中了他灵魂深处的根基。细细想来，自己在做出抉择后的惆怅烦乱，不正是这种朦胧隐约的取舍冲突吗？他虽然不止一次的感受到白雪的才智与清醒，但还是为他在如此重大的抉择面前，竟然有如此深远的思虑和人生智慧，感到震惊。 人生有知音若此，夫复何憾？未央慨然一叹：“小梅，我们成婚，我也不走，如何？”央，你知道吴起为何要离开魏国吗？魏武侯嫉贤妒能，夺吴起兵权。 吴起愤然离位，此事天下皆知。白雪轻轻摇头：“魏武侯并非昏庸之君，吴起更是大才盘盘。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。秘密，我在魏国数年，如何不知？”白雪微笑道：“杨。” 胸有大志者，眼光往往粗疏。若你等之人看此等之事，往往拘泥正道得失，忽略权力场中情感人生的纠缠对大政的左右。有时，即或知道了，也不屑一顾，不做深思。多少大才就是这样被莫名其妙地逐出了中枢，多少庸才也正是这样莫名其妙地长居高位。 前者如吴起，后者如公子昂。咦，吴起究竟是如何离开魏国的？白雪淡淡缓缓的讲了一个宫廷阴谋的故事。魏文侯死后，太子魏姬即位，也就是魏武侯。此时，吴起是魏国上将军。 其赫赫战功与杰出的治国才能，使他在魏国乃至天下诸侯中享有极高威望。在魏文侯时期，吴起率领魏军与天下诸侯大战七十六次，全胜六十四次，战和十二次。魏国的疆土在吴起的铁蹄下伸展了一倍还多，魏国成为最强大的战国。诸侯战国惧怕他，魏国朝野崇敬他。 由于变法大师李悝隐居，吴起成了魏国举足轻重的权臣柱石。魏武侯时当盛年，想依靠吴起继续变法，创造更为辉煌的霸业，又怕吴起这样的元勋功臣万一生变，就要把自己的小妹妹嫁给吴起为妻，以图和吴起结成巩固的君臣联盟。吴起早年在鲁国时。 有朝臣怀疑吴起的妻子不是鲁国人，撺掇国君不用吴起为将。吴起得训，愤然自杀。自此，吴起身背杀妻求将的恶名，离开鲁国，一直没有正气。正因为如此，魏国一些佞臣不断吹风，说吴起这样连家小也不想有的人，如何能在魏国长久？迟早要逃走。 此时，魏武侯要将公主嫁与吴起，正是君臣结盟的大好时机。大婚告成，吴起就会成为丞相兼上将军，楚将入相，充分施展其超凡才华。谁知，就在此时，一个小小的阴谋改变了这一切。那时候，魏国的丞相是公叔伦，他的妻子是魏武侯的大妹妹。 公叔伦生怕吴起根基稳固后自己丢掉丞相权利，和妻子秘密商议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圈套。有一天，吴起被郑重邀请来到公叔府商讨军国急务。奇怪的是，大公主竟然以主人身份迎接他，陪伴他；公叔丞相则谨小慎微地坐在下手，不断地瞄着公主的脸色。 对吴起说话，反倒是有一搭没一搭的。酒宴开始，公主以主人身份开顶敬酒，公叔伦一时紧张，将酒呛进了喉咙，满脸通红，连连咳嗽。公主鄙夷怒视，一掌打在公叔脸上，公叔惊愕不已，显得大事难堪，但却没有一声辩驳，竟是默默忍受了。 吴起深锁眉头，内心大大的不以为然。公主一坐吴起身旁，热烈的诉说自己对吴起的敬佩，又命令公叔给吴起针灸。公叔慌乱针灸，却不妨跌倒，将跪坐的公主压翻在地。公主大怒，厉声斥骂：“公叔老小子，别说你是丞相，还不是我魏家的臣奴一个，跪那儿！” 自己打十个嘴巴，公叔竟然陪着笑脸，端端正正跪好，真的打起了自己的脸。吴起惊讶了，也愤怒了，豁然起身告辞。公主陪笑挽留：“上将军莫要见笑，我已经没有火气了。若是我小妹，还不知如何折腾这老小子也。”请将军留步，小妹即刻就到了。吴起正色道。 请公主自重，大臣不是臣奴。大袖一拂，昂然而去。几天后，魏武侯向吴起正式提起将公主嫁给吴起，吴起婉言谢绝了，说自己在鲁国已经再娶了妻子。魏武侯自然不信，反复说服吴起，始终沉默。魏武侯终于叹息一声，叫吴起走了。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十章《蒹葭苍苍》就播读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